3月9号，有网友爆出一组林允成名前的照片。当时林允身穿紫色伴娘服，披着一头直到腰间的长发，低头玩着手机，看起来十分的清秀可人。照片曝光之后，有网友评论，感觉比现在好看，居然觉得有点美，快骂醒我。也没有美的这么夸张吧，我觉得比长相重要的东西太多，比如气质和人品。网络新闻，期待新女郎的更多作品。报道。